不少电影中的监狱风云总是描绘囚犯的打打杀杀、吵吵闹闹，但在巴西的监狱里就上演了这一段。一名脱衣舞娘被送进监狱里跟囚犯狂欢，大家都好开心。不过事件爆发后，影片中的囚犯都被分送到其他监狱，官员也指责监狱管理松散。不止在巴西，先前在萨尔瓦多也拍到极乐监狱，200囚犯聚众观看脱衣秀，舞娘还让囚犯从后面来，光影指数破表。司仪娟综合外电报道。